真情侣果然就是最好磕的，宋轶把金瓶两人的新剧长风度开播，剧内感情线看得人抓耳挠腮，戏外两人却早已感情升温，甜到片场同事没眼看了。有网友晒出片场花絮，白金瓶凑到打伞的宋轶跟前，一米八几的个子非要挤进伞里和宋轶共打一把伞，还调戏对方撑了一下伞又退了出去。注意一旁艾米吃瓜的眼神，简直就是在演我。最绝的还是白敬亭退出去后，宋轶盯着他笑了一下，这谁能不迷糊啊。据悉两个人就是因为拍摄长风度才在一起的，也难怪气氛如此暧昧了。目前白敬亭和宋轶虽然还没有公开恋情，但宋轶出道至今没有其他绯闻，作品也被广大观众所喜欢，和白敬亭可谓郎才女貌，收获了满满都祝福，希望他们的感情能长久。